大家好，我是老挝陈教授。我在这个旅馆住了3天，今天终于要垂头丧气的离开了。我等了3天，也没有见到那个老水草的安宁。但是这个地方我还会再来的。只是现在耗下去没有意义，因为它那个水草刚种下去，必须要等到过一段时间，等那个草长起来，等那个草长起来，他们去收割，然后才有新的活干，才会去那里干活。我还会回到这里的。我现在往回走。一个方向一条路往回走啊，不是总体的往回走啊。这栋石头房子还挺漂亮的，很少见这种石头的房子。困难。叫昆蒙，对，昆蒙没困难，蒙样，多少岁呢？对呀，对，哇，这样刚来，在靠风险吗？靠，哦，你弄叫啊？对，多少？多少三昆？不，那农。破梅干，破梅干，破梅干，对，破梅干，快点，还叫吧，还退吧，对，还退吧，还好，太歹了。恭喜发了，三公了，三公三七，来了，哎，叫谁呢？谁的呀？的呀，哦，靠红叶哇，靠不蒙的，没哈，哦，搬家有谁？不是，搬运你，对，这看你数目，对，开的门板的嘛。他都不买你嘛？没顺利不得买啊？不顺利，白害的。啊，这样安来。爱白色啊？啊？爱白色。快白龙坡帮。白龙坡帮。啊？啊，变坤新矿了。白新矿嘛？这，哦，坤叫咩叫坤？啊？坤叫咩叫坤？很好。啊？破坤。破坤。对。破咩？叫爱，爱普尼，哦，这，哦，马开苏木，对，木人在开在哪哇？开在啥的木人？木人开在16000。16000。很叫两鬼了哇？双多，爱特特，对，爱好，靠风险不啦？没接，靠风险去干。嘿嘿，哦，嘿嘿，这个牛也吃这个菠萝的，这个把子啊，这是他哥哥，美女的哥哥在放牛，上中学7年级，他家里他说有2头牛。这里有2个菠萝摊。破咩不买哇？破咩不能白酸，我得买。白酸不养我的呢哇？要不养哇？不养。要不养？两头没让不养。哦。两头没不养。啊，两头没不养。地宽吧，等地宽吧。这个美女她说她昨天上学了，今天没上，不是天天上学校里，
因为现在也是疫情期间。美女好漂亮，好清纯的。没可叫黑娘，黑酸黑辣酸酸娘酸酸娘酸靠酸酸娘液酸等你吧，等你酸了吧，等你不来吧，来这草地四大，哇，树木什么在来开，不得开送啊，不开不开打蜡呗。video叫你脱了啥吧，你脱了啥也在社团来哦，弄啥弄啥呀，不那边拍了，不那边拍啊，木昆秀班这是他三个妹妹，叫什么什么黑娘啊，我被烤红烟的哦，可在阿明菩萨了吧，不没顺靠来吧，顺靠来吧，来这套的四包不四包，别人得靠的套的，哇，和人家没靠来，你开送顿的啊，开送顿得给他开的套的银西兰送顿得靠的特的都能上盘哇，我比你得靠特的改西兰不改西兰白，西兰白哦，这个妹子她说她家里是步行的话是30分钟，她骑摩托车来的5分钟。哎，这边困老啊，不是困老爽啊，这边老怂哦，还也是苗族妹子，苗族妹妹。哎，和人家的那不有谁有爸的呢吧，有内的呢，对，明白吗，快把手本看一下他家的布嘞，妹子带我去看她家种的菠萝，难怪她家这个卖菠萝的摊离她家里有点距离，原来是离她家的地非常近。弄少啊，松空跟安的，哇，漫山遍野的菠萝都是他家的，这边一片，那边一直到那个下面那个盆子里面，这里全部都是，这种这么多菠萝要耗费很多人力物力啊。妹子带我来看菠萝，不少是两万人，是的呀，对呀，对，对呀。我问他爸爸妈妈在不在菠萝地里面，他说没有，他说去那个水稻地里面了。他哥哥也牵着牛到里面来放了。还要去跟我找个大波来，他说让我拍个照。
哇，这里全是菠萝，这是他们干活休息的盆子，那里一眼望到边全部都是，这边，但是他说不好卖，因为家家都种，那几个山头都是的。这是菠萝美女家的菠萝粒，真的是规模非常庞大。等你等你凯迪不啦？什么什么？没得凯迪。不得凯迪？对。不来不得凯迪？没不得不得凯送吧？没。不没可能嘛？是不？是来。送山没得不得米。等你送山没不得米？对。哦。不靠的瓜吧？我问他种这个菠萝这么多菠萝，他有没有来干活？他说干了好多，他说他的手都是粗糙的。他还给我看，不摸脚。他的手都是粗糙的，这妹子很勤快。哈兰，别人的哈兰。这里奶奶没得哈兰，奶瓜吧？开门了个，好摘。啊。个好摘，开门了摘门。不明跟发他来看吗？不明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吧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我们下次再见。